Hello， 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义乌平哥。今天我们来到了神秘的义乌库存村啊，然后我们呢发现了又一款咱们当下最火爆的产品啊，具体是什么产品呢？走，一起去看一下。具体是什么产品呢？就是咱们的水杯保温杯啊，像这个，这是玻璃的，还有这种不锈钢的保温杯。这是我们的老板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给我们那个小伙伴们介绍一下咱们那个保温杯呗。好的，像这种的话。咱们当下现在都用得上了啊，大概主要是总量，一天最起码批1500-2000个，我就看总量、就是。咱们家就是主要是那个做的都是就这种库存杯子是吧？对，后面这个都是杯子是不是？全部是杯子。仓库更多，这是。然后这些杯子是杂款的还是有整单子卖？全部整箱整件，整箱整件的。啊、哦，像这样的它都是有一箱一箱的是吧？哎，对，看一下了，每箱。然后我们这样的话，大概是合多少钱一个呢？还是全部拉平均价，还是怎么？像这种我要拿出来，这种基本都是6块一个。6块钱一个，蛮便宜的。那真是很便宜，能不能打开给你看一下？可以，你要看哪个？把这个打开给我们看一下。好的。不锈钢杯吗？你这叫赛琳斯不锈钢。赛琳斯不锈钢，这个它是拉过真空的，然后看杠杠的，崭新的。确实里面是挺好的。对呀、啊，赛琳斯。质量还挺好的，保温挺好的。像这个呢，那个红色的粉色的，这种是吗？嗯，这叫子弹头。子弹头有弹性，会跳的，喏。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对呀、啊，那里面可以打开看一下吗？可以。里面也是不锈钢的吗？对，喏，看见没有？崭新的。哇，这个确实好。就是小女孩用的这种。这种可以。对，这种可以。说实话，这个保温就行，8个小时以上。还有刚刚我看你拿的那个是紫砂杯是吧？对。紫砂杯价格也一样的吗？紫砂杯稍微给你一点优势，反正这个是给你5.5块好了。5.5块，都新货了，全部新的了，看那量都刚刚，全部新货了，崭新的皮圈，滴水不漏的，倒进不会漏水的。这个确实可以，这个确实可以。然后咱们家还有其他的，有什么？有，老板杯。给你看，是那个带柄的嘛，是吧？有个手柄的。有好几种的。这种呢是一个什么一个价位？这个反正也差不多，给你6.5块好了，这种。6.5块，对，这个6.5块。这个我们一般好像正常去拿货要10几-20几块钱了哟。你这个超市才有8.8块。超市？最起码30几块一个。30几块一个？对，最少了。对，我对保温杯好像有一定的了解，但是我们去买了一个，好像我老婆给我买了一个杯子，398，还是日本的什么牌子？它可能是那个牌子，还有一个也是中国货的，中国制造的。它是有一个外面有一个保温的一个材质我这里有啊，那种我不是有可以备的，你存着还有水壶吗？也可以备的，是这个是吗？对呀、啊，是不是这个水壶？这种跟杠杠的，最起码保温10个小时以上，双层的。这个什么价格？看见没有？这个我现在批发都批25块一个。25块一个。你看里面的这个不锈钢那个材料呢？25块一个，那也很有优势啊，我们买个300多啦。要的，你看哦，里面还绳子才崭新的。看见没有？新存着，还有个袋子，对啊，可以背的是吧？可以背的嘛。这个是确实有优势。崭新的。这个是含什么？这是礼盒装吗？这有，这有礼盒装的。礼盒装是不是价钱更高一点？我看看。对，更好看一点是怎么回事啊？太阳能的还是什么？6.5块左右好了，批发的话。多少？批发也给你6.5块左右好。6.5块，还有盒子是吧？对，精致的。每个都有一个独立盒子是吧？对，连盒子一起6.5块。对。那确实有优质。那上面那个是什么？煮早餐的是什么？那个叫新疆的，叫奶锅啊，煮奶锅。它那是正宗赛琳斯不锈钢，杠杠的。哇，这个确实好看。看这个亮度就看得出来，非常非常好，厚度很厚。这个价格呢？这个要么我要批发的要批35块一个。这个35是吧？对，批发批35。35也有优势。这个赛琳斯不锈钢，杠杠的吧？对，确实是好东西。我看这里，像这些杯子也是，这个也是水壶吧？对，这个是叫汽水杯，泡汽水，汽水你放进去呢，它比方不容不容易坏，也不容易摔坏啊。像玻璃的话，容易震动摔坏。这个价格呢？这个好像大一点。这个要8块。这个8块，8块以内也很有优势。8块也很有优势。我看这个是什么？这边还是什么杯子？这个塑料弹跳杯，有吸管的，小孩子用的会吸管。弹跳杯我看到里面有个吸管。对，这个呢，这个是什么价格？蛮便宜的，5块钱。对，这个蛮便宜的。这个容量还比较大嘞。对，这个可以。我看到还有这里还有刚刚说的那个玻璃杯啊。对，老就这一种，这种款式。就这个。这个还可以，这个口上这个盖子也看得出来。可以说滴水不漏的，水怎么不倒都不会漏出来。喏，再来有皮圈。
这个是大概是多少？什么价位？给你五块五毫子的。嗯？给你五块五好了。五块五。对，这蛮好的，手不会烫去，对吧？还有一个保温的一个，对，袋子，这个有盒装的，盒装好的。有盒子是吧？安全有盒子的，每个都有盒子。有盒子，精致盒子装起来的。嗯。五块五一个。这个蛮实惠的，和你讲这种。质量还可以，过得去。我看那个，就是这种盒子是吧？是不是这种盒子？哎，对。每个都是这种精致包装的盒子。嗯，这个玻璃水杯还可以。都是独立包装的，一箱一盒，一箱一盒。这个一样的。这个也是一样的。对，这个小一点，就是拆那个散装的。哦。看这个杯，看这个盖。这个盖子好像是还可以锁的。我下这组看一下。啊？哪一款？现在当下就是保温杯比较火一点，精致独立包装的，全部都是有独立包装。里面呢？里面是什么样子？你看一下喏，亮不亮？这个盖子确实好看。啊，崭新的货，喏，看见没有？全部崭新的，带套好的，有吊带的，确实不同于普通的那个库存。对，这就是新货。304，港口的304不锈钢。这个什么价格？一样的，也给你六块。也是六块。对，很优势的，很有优势的。哇，这个确实是有优势，这个确实有优势。你们可以打开看一下吗？可以。喏，看见没有？全部崭新的，皮圈在里面。是的。崭新的，还有一个皮圈。对，这就是咱们那个工厂里的新货，就是新货是吧？全部新货啊，一点不会入水的。你这个对拿货有那个限制吗？有。可以，没有。你比方三五箱可以批。三五箱，一箱是多少？一箱几十个还是一百个？包装有根据箱柜不同，有40个装，有47个装，有60个装，喏。箱柜不同，基本上就是我们几百个到就可以拿货，就这个意思吗？几百个可以拿，是吧？对，那也说实话，成本也不是很高啊。因为对于很多小伙伴想创业的话，他也不会有资金压力在这里啊。对啊，那个咱们一般就是走哪个渠道走的多一点？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库存村这边有外贸的多一点。我一般都是发东北，为什么这段时候东北那边冷？东北冷是不是？比方东北三省啊，黑龙江、辽宁的，就是直接到现实地来拿货的多一点。看视频。视频看好以后，我就货给他发过去。然后您这边是有通过哪个圈，就是有没有那个直播或者短视频来给你们，就是来做个宣传？这个是很火，可以的。有那个短视频来拍视频，以视频带货或者是直播带货的是吧？也有一部分，现在不多，反正入市我这个都根据那个老客户很多，老客户多一点，老客户很多。因为你这个确实有优势啊，在实体店里可以做。我是靠走量嘛，我是走量这块嘛。好的，谢谢老板啊，老板一直刚才在忙。谢谢我们老板。由于时间关系的话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。确实老板这里的很多那个杯子，它是真正的有优势。老板家是专门做杯子的，所以说呢，想要了解更多的一手货源，请记得关注我。我是义乌平哥，拜拜。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好。